你都干嘛了？吃饭、睡觉，想你。我也是。怎么了？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，我想跟你生个孩子，这样你走了以后，我就没那么想你了。傻瓜，我说的是真的。 一百块钱怎么这么少啊？都在这儿了，还能有赚头，就知足吧。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卷烟的生意好做，后方需求量大吗？没错，是我说的。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长塘那边局势紧张，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。这还是咱运气好，这批货赶得快，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了，不然的话可就要血本无归了。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，没钱我拿什么赎房契？这帮高利贷是六亲不认，说剁你手镯他就不给你留根儿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跟人一起把资给撤了就好了。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，已经这一步了，抱怨也没用。哥不是也欠着一屁股债吗？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，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，受了潮，咱们还是血本无归。得找个地方存起来。往哪儿存呀？你急什么呀？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。让哥好好想想。 你别带这些烟丝的主意。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高利贷，我跟你拼命！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这个说不准。那好，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，那你应该知道我这人胆小吧？你家可是有顾清明那座真神，我敢得罪你吗？知道就好。 少爷，我们老板说找你谈谈。我还有事儿，改天吧。我们老板可说了啊，你要是今天不去，那明天。